维持攻击的手感。我过了后球之后，这一棒打得非常不错，但右腕也放下，然后是一路往后追，跳起来接不到，出去了。哦，第一个打击，詹子贤霸气的击出了反方向的全垒打，可怕，第九支了。这个方法对詹子贤应该真的很管用。第九号的红布朗出现在了一局下半，立刻帮助球队扳平了战局。所以有时候在球场上，全垒打才是最好得分的一项工具。对，让这个球稍微有点点偏高，攻击的状况真的是维持得很好。在这么少的出赛数来看的话，有办法打出这么多的全垒打，不简单。